偶像努力为了什么 ？Yes， 获得粉丝的支持。偶像努力还为了什么？没错，得奖获得肯定，那绝对是 idol 努力的动力之一。台湾8号在 GMA 拿下最佳女 solo 歌手奖项。IMBU로 열심히 준비해서 여러분들께 좋은 퍼포먼스와 노래 들려드릴 수 있어서 너무 행복했고요 함께 같이 앨범 만들어주신 SM 엔터테인먼트 모든 관계자 여러분들과 우리 가족들 다 너무 고맙고요得奖引起热议，网友们找出评分，认为今年回归的 IU 在串流平台粉丝投票比分上都赢了泰妍，就算最后评审分数为零，也应该会拿下奖项。坏不是数学的错，那极有可能就是公司太小的错，因为年度专辑奖项压倒性胜利的林英雄，光是在串流平台分数就足足多了其他歌手一个零，但奖项却颁给了。也难怪成员们一脸懵，因为看评分表这数字怎么看都是英雄哥会得奖啊，因此出现争议言论，认为是经纪公司 SM 很大，主办方不敢得罪，因此影响了 IU 与林英雄得奖的机会。但可别忘了，英雄欧巴的粉丝先前也因为质疑颁奖不公正，告了 Music Bank 节目组， GMA 可要小心啦。